佢哋应该系冲住听日嘅考刀而嚟噶。我哋今日嘅任务系乜嘢啊？卖啲嘢嘅。听日咩日子啊？听日系新嘅一年啊，就要 end。2019年3月31日，我哋为咗倒数，所以打算朝早就坐到夜晚黑。佢哋应该都系准备紧啲人沟兜嘅食物啊。超都唔紧要噶 ，OK 噶，因为听日食啊嘛。超市扫完货，俾钱。我把你搞得叮叮叮没现在是9:23，我们会在那里坐到12:00。想知道你现在有什么心情吗？我是惊晒惊晒。咁你又有咩心情啊？嚟惊到？我已经冇位。都是这里好一点。很夸张啊，真的成堆都是沙。咁我而家又想知道你是有什么心情啊？你仲惊唔惊晒啊？你仲惊唔惊冷啊？而家我唔惊喎，咁系好舒服嘅沙啫。沙。你嗨到佢噶啦！我哋为咗避风，所以走嚟下边食。最靓个位已经俾人坐咗啦，就系呢个位最靓。我哋又换位啦。
小沙看好哦。在船那边看更好。